road trip 的第二天，装箱皮蛋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。有星星撞哎，有星芒哎，我把光圈缩小以后就有星芒了。你重复一下你的台词。汽车共和国到处都有不一样的，我走的这个是不知道哪里。这边停了一排车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噔噔噔，好冷哦。阿牛都不会过来。1度而已，超冷的。然后这边有一排那个汽车种在土里面，大家就可以拿喷漆去彩绘，还蛮有趣的。小笨猪已经挂了，他的手指头都红红的。How do you feel？ 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这他妈有够冷的。手指头都红了。Point of Route 66，有一只小笨猪，然后这边有那个一些咖啡厅，这里有一只很可爱的布布，啊，还有睫毛哦。可是以前我开车你也会睡觉啊。啊，所以我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了。阿珠说他终于看到山了，而且是有雪的山。有点像马赛，然后他说马赛，马的赛，猪赛。我们来到哪？
识。一片荒芜 ，in the middle of nowhere。要轮流下来跑。